样的女人啊最美丽，自信的女人才最美丽。要相信自己，一定能做好自己想做的事。一个女人的美丽，外貌从不是第一，积极乐观和自信，掌握自己的命运，不做无根的浮萍，不做别人的花瓶，有着自己的目标，自信有天会达到。时间在前进，流逝每一寸光阴，有了目标就去做，做人一定要自信。一个女人的美丽，外貌从不是第一，积极乐观和自信，掌握自己的命运，不做无根的浮萍，不做别人的花瓶，有着自己的目标，自信有天会达到。时间做，做人一定要自信。聪明的女人不必成为女超人，只要自己能独立，生活就会有底气。